随着年会就是逐渐进行到尾声，那我们也即将进入闭幕的阶段。那我们下一位会先邀请，就是今年就是 CosCup 和 RubyConf 是共同主办，那我们会邀请 RubyConf 的木凡为我们就是进行闭幕一些简单分享。我现在就把主持棒交给木凡。嗨，木凡，听得到我吗？嗨，不好意思，嗨，好好好意思，嗨，嗨，是好，好，大家好，其实我没想到我是第一个，对，好，就是我觉得这次就是有机会能够跟 CosCup 就是联名主办这个事情，就是我真的首先就是要就是感谢不完，就是要感谢，就是要感谢 CosCup 的总招，还有就是所有的 staffmen， 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己特别感谢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变成就是疫情突然变成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必须要线上办的时候，就是像 Danny 他可能马上就想到了要用现在解决方案来办。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用起来，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很不错。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办起来比某种程度上是比线下还要就是轻松一点这样。那我自己对于这次跟 CosCup 一起合办来说的话，我自己的我自己最比较注重就是有机会可以促进各个程式语言社群之间的交流。那我可以讲一下，这是我观察到一个东西。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就是，这是昨天下午最后一场骂子，就是路易之父说我们形容连江里面，大家提问的状况。就是其实我发现，在办了线上之后，有一个事情非常的好，就是大家提问的时候，就是提问情况其实比线下都还要好。对，像这次说我们形容连江里面，大概就有超过10个问题。那我觉得最后就是Q&A 的时间也是蛮多收获的这样。对，那所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因为要因就是我自己认为大家社群要交流的关系，所以我这次也特别在我自己的议程里面就是邀请了那个各个程式社群的人，包括 PHP 和 JavaScript 和 Java 社群的人，就是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面对现在这个快速高涨的高级工程师人才需求，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真的感谢盛佑、Cesar 还有猪排，就是一起，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大概讨论1个多小时这样。那最后的最后，就是我还是要非常感谢 CosCup 的大家，还有所有的会众，就是让我们这次可以在这么变化这么快速的时代，就是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活动办起来。谢谢大家。Hello，大家好，嗨，又是我。对，如果在 Gala 刚刚看到我，现在又是我。好的，那就来到今天的闭幕了。我是今年的总招 Danny。对，那还有听到昨天、前天我的两位好伙伴秋鱼跟 FS 完成了开幕，然后就由我来进行今年 CosCup 的闭幕。在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有很欢乐的前夜派对。然后有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伙伴们都上来了，前夜派对和我们一同同乐。但是老实说，真的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就是我们开了很多的 private space，可是大家都很选择性的在马路上就直接开始了聊天，所以大家都挤在走廊上，我也不懂为什么。那你在这2天的 booth 其实也会发现都有这样的现象，这完全都是出乎我们预期之外的行为。那前夜派对呢？对，大家很嗨，然后也有人很努力的在晒猫，你看那边啃猫掌，然后让很多人都觉得很羡慕，天啊，我也想要有一只猫抱在手上，对，就是这么的欢乐。对，前夜派对什么都能聊，什么都有，对，很开心。那我们在当天也把前夜派对的地图开放给大家，去编辑，去放自己想放的物件，然后就很疯狂的有非常多的猫猫们都出现了在地图上，还有一只奔跑的皮卡丘等等很精彩的东西。那经过了这一次，昨天晚上的 BOF 更是精彩了。大家完全就是哦，我原来可以放这么多东西，所以呢，BOF 的场地就很精彩，上面就开始出现了各种标语，
那么 PHP 是世界最棒、世界上最好的语言。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放了笑死在后面，对，各种很坑很坑的内容都出现在了地图上。那整张的地图呢，你会发现超级无敌精彩，上方海滩的部分什么东西都有，甚至右下角也有最新最新的台湾国旗。对，就是这么热腾腾的内容都在我们的地图上出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酷。那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发现一些有趣的礼物盒？那不告诉你一件事情，只是这个礼物盒它是一个 counter， 它记述了我们在这个会场上的人流量有多少人次经过这里。那这个想法其实有很多人的贡献，包含 Eason， 然后包含小 B 朋友测试做了很多的尝试，那我们就成功的去做出了一个这样小小 tricky 的功能。那这个礼物盒除了提供给你2015年 Coast Cup 10周年的纪录片以外，它其实还是一个 counter。 那让大家参考一下，在我们 day one 的时候，其实总共有一万人的人次经过那个位置，所以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这比我们实体参与 Coast Cup 进来的人次这还要更可怕。对，这非常非常厉害的数字。那如果你在会场中还有看到其他礼物盒呢，你可以去尝试看看，你应该会看到有一个小卓与他的快乐小伙伴的文字冒险游戏。对，那它是我们总招之一球鱼他制作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游戏。如果你这两天在会场中没有把它玩过一遍的话，你可以把握时间去把它玩一玩。好，那昨天的闭幕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崩溃。昨天我们工作人员在拍大合照，不是闭幕，我们在拍大合照的时候花了30分钟。如果你有加一些工作人员的 Facebook， 你就知道大家在排这个队形排得多崩溃。那特别 Q 一下，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对，这是现场的状况。就是你会看到大家排队排很久，然后走路走到定点都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按爱心按表情会有一些延迟。对，所以整体非常混乱，我们花了30分钟才终于拍好这些大合照。好，那有一个伙伴呢，易城是吧，他好像在公园从拍大合照的时候就一路睡到隔天早上。对，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就一路在公园睡到隔天早上，然后就一直在那里。那如果现在在广场的人，你可能会看到他好像还是挂在那里，他就睡着睡在那里了。那虽然这时候这年头可能日子没有那么好过，但是我们很多的赞助商摊位里面有很多征才的活动在进行着，所以其实可以进去找找这些赞助商们好好聊天。对，在经历今年这样疫情的内容改变革，其实赞助商们也是很辛苦，不止我们工作人员很辛苦做应对，其实赞助商们也很辛苦。那蛮意外的，我们都得到了不错的回响。在 LINE 的最高级的小房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然后也在听着LINE 的讲者们分享很多有趣的内容。然后摊位上提供履历健检等等这样的服务，以及各种分享的内容，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那在 Moxa 也有提供了Kahoot 的竞赛游戏，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他们公司在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公司的更详细内容，也得到还不错的回响。 Apier 也是一样，在摊位上都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都很认真的和大家分享。 KBox 也是有很多人在那边跳舞然后聊天， MySQL 也是和大家很认真的在交流跟交换一些意见。对，那非常感谢大家以及赞助商的参与。那 Gather 老实说真的是台湾人第一次的经验，然后我就有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是，过往我们在会场里面其实会看到一些空教室，但是大家都不敢走进去，去霸占这个场地去做使用。可是其实在 Gather 上面，我就看到大家很乐于的打开自己的 screen sharing， 然后开始分享一些东西。我就看到有人在教着其他人做TDD 是什么，我要怎么做test driven developing 这件事情。对，然后工程师很宅，喜欢躲在后面这种故事，欸，也在现场也是看得到。对，就明明摊位前面有空间，可是一群人就喜欢挤在背板后面聊天，其实这也是我不懂怎么回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更有趣的是我们看到 Gather House 这一个神奇的用法。对，在 Cloud Native 的摊位里面，就是我们很多的社群摊位贡献了很多很宝贵的经验跟知识，在摊位上和大家交流跟分享。不过 Cloud Native 这边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所有人挂在这里开始听着各种国外交流啊，然后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啊，以及工作上椅子怎么挑等等之类的故事，还蛮有趣的。对，那今年 Coast Cup 什么实体的东西没有拿到，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其实你还有机会，我们的个人赞助方案目前还在开放着。对，如果你觉得这两天的 Coast Cup 让你收获很多，那你也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继续举办下去的话，欢迎你透过个人赞助的方式继续支持我们。对，那我们也加码
提供了口罩，对，所以现在加入成为个人赞助的贡献者吧。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把你这两天截图的画面写成文章分享出来，包含你现在如果站在广场上，你可以去截个图，把这样人山人海的图截起来，然后写一篇简单的心得文分享，我们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奖品们。那在 Cost Cup 结束之后呢，其实聊天频道永远为大家敞开，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和大家聊的问题，聊天啊，问问题啊等等之类的，都欢迎你加入 Cost Cup 的 Telegram 跟 MetaMost 和大家继续后续的更多的交流。好，那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很多很多的赞助商。对，我的顺序是不是错了？哦，对不起，我漏了一张，我漏一张最顶级的赞助商，欢迎大家到，不管不行，这个一定要救，打开网站，赶快等到最后。对，我那一张不知道为什么砍掉了，因为我在移动顺序的时候。对，感谢最顶级的赞助商 LINE， 然后以及黄金级的各家赞助商、青铜级的许多许多赞助商们，然后以及好朋友单位、协办单位，以及特别感谢许多许多的人，以及最后个别赞助的个人赞助的伙伴们。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今天的 Cost Cup。好，最后就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人伙伴们，工作人伙伴真的很辛苦。那就晒一下那个我们的最伟大的总招 NFS。对，那如果你觉得这个Cost Cup 很棒，你也觉得你想要成为志工的一份子，欢迎你透过 volunteer.costcup.org 去加入我们，成为 Cost Cup 的志工一份子。相信我，有很多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就算你不是资讯的从业人员或是资讯专业的人员，我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只要你认同我们在做的事情，认同我们在做的理念，你都可以成为志工的一份子。好，那刚刚的 Lightning Talk 也很精彩，我们在大广场里面挤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接着我们就把时间回到广场上，然后呢和大家一起 say bye bye， 一起闭幕。好，等一下，等我拖一下。我要先把声音拉回来，哦，好忙哦，这真的不该我自己一个人做的，天哪！然后 share， 等我，我很紧张。然后 gather share audio， 耶、yeah, ，导播帮我画面上去。真的不该我自己一个人做的，天哪！好累哦。好的，所有人打开你的，为什么又开麦克风？好累，然后和大家说拜拜。好累，好的，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然后大家有200个人，那连线还是要等一天。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的，拜拜，大家拜拜。好拜拜